Simon Dominic, Simon D-O-M-I-N-I-C-O-O. Simon Dominic, Simon D-O-M-I-N-I-C-O-O. Summer session 수도 없는 그 시절의 데모 테이프 그때보다 순수한 걸 이제 못 내놓네 부대똥 딸이 또 부산 就喜欢拍你糗样少爷居然一脸痴汉笑你是不是不管我手都磕着别紧张，让他开始。后台全计时。哇，现在这都是粉丝送的应援的食物和礼物，超级多，超级多。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真的特别感谢啊！我们会耐心的看的。哇，紧张。不要紧张。然后这边也都是粉丝们送给我们的后台应援。哎，你们两个今天穿的衣服好像一样的呢，怎么回事？怎么的呢？好看呀！我给少爷买的。嗯，少爷他说他给你买的。两个抹茶卷。少爷的表情告诉了我一切。嗯，你出的钱还是我出的钱？你猜。你家穿衬衫里面穿东西啊？那你先穿我衬衫不就完了吗？走到后面去看。哎呀，我要拍少爷的肉体了呢。不能拍，他太丑了。少爷脱衣全记录。哇哦，脱衣全记录！我告诉你，吴东采访间，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换人，着啥急啊？怎么这么快？平时见你换衣服没这么快。嗯。姐，你看看。啥？鹅啥？乳臭未干的味道。扣一下。我是少爷的贴身助理。小白给少爷熨吗？少爷不放心别人，只放心小念做事。这衣服好小。对，你要是衣服后面掖进去，你不是要给少爷熨吗？不会大，今天这还是别人给我大。说好的贴身助理呢？少爷，你要是不怕坏，我可以帮你烫。热。哎呀，你个屌丝，这个没。线可好，他刚没治的。嗯，开始切溜溜。单单的。对不起了。哎，这东西挪下来以后，我连动都不想动。就这么搁地上吧。我往旁边。人来起来，这是没个。摸我屁股呢。什么？啥摸你屁股了？你占人便宜呢。对呀、啊，你不就吃的？他占你的便宜还占的少了。吃的太不方便携带。而且这些你都让人家惩罚。他怎么摸我屁股？你告诉大家手感。他这些都是可以的。丰满圆润 ，Q 滑有弹性，翘吗 ？Q 滑有弹性应该是。屁股翘。是你摸起来的感觉吗 ？Q 滑有弹性，听起来不太像摸出来的感觉。怎么过不来了？哎呀，我桌上是这个。来。感觉你刚刚就是怎么了？哎，别动！上面写的是王博。你怎么还没给少爷熨呢？这衣服刚煮完。煮完？自己都不给自己熨。你意见很大呀！追逐你的执着，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小火点头。
全接受，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我想说出你所有感觉，别再紧紧灌醉只有自己的世界，温暖太阳为你迎接，哦哦哦，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身边再勇敢一点点，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少爷无声地指挥着。少爷，他嫌你们家的不好用，你是不是给他换一个？他就气非常撕你一脸儿。得买一个，我给你买的东西太多了吧？啥都给你买。可以了吗？这边好像有个袖子吗？就喜欢拍你糗样，少爷居然一脸痴汉笑。你因为不管我，手都磕这儿。我告诉你，要是我妈什么的，他们就会小的时候磕，他就会打他，打他，给我们孩子磕坏了，对吧？少爷，哎呦，磕红了，哎，对不上焦，磕红了。你刚才手磕了，不是手这样磕的，这么磕上的？那你傻呀？吹吹，亲亲，要亲亲抱抱举高高。亲亲抱抱举高高，什么？再说一遍。哎，我昨天给你猜的那个脑筋急转弯，我都讲了一晚上想不出来答案，愁死我了。你能别玩了，我跟你聊天了。哎呀，今天第一次见面，我们首次跟所有的顾客。你俩能讲一个话题吗？能见，所以我们真的要把从妆发、妆面到妆容到衣服装，都要给大家一个惊人的一个状态，不能说让大家惊吓到，对不对？我刚才跟你说的，你是听不明白我说话吗？你说什么？我说我昨天给你出的脑筋急转弯，你记得吗？记得。再出一次。想出答案了吗？你没有告诉我正确答案。我说你想出答案。嘴。不是嘴，嘴怎么可能呢？我说的是我的一样东西，你只能用嘴，我只能用手。哦，想起来了，是，不是嘴的话，你看你自己碰不到你自己的嘴。小蘑菇是谁的？没认识。小蘑菇呢？那伤口。伤口。嗯。脖子后面的伤口，你只能用手，我只能用嘴，合理吧？你咋不能用手呢？啊，就是这个部位必须我只能用嘴，我用不了手。嗯。就只能用嘴。我的意思就只能用嘴。我的一样东西。嗯。他只能用嘴，我只能用手。鼻子，嘴碰不到鼻子，你能碰到吗？碰不到吧，对吧？那你能碰到，你展示一下。你呀、啊，要求过分了，现在。我跟你说答案吧。等会儿，我觉得我可以。是器官吗？是污的吗？不污啊，我不会出污的。是。他说他不会出污的东西。你这样一说，周围的群众全部都不乐意了。那不是我的器官。不是你的器官，是别人的器官。是我的一样东西，是你的，不是我的。你能不能听明白这个题？你的东西，戒指。戒指，你手你只能戴手上，不能戴嘴上啊。但是我只能去亲吻这个戒指。
我觉得他脑子已经越来越不着调了。公布答案吧，我都公布答案了啊，公布答案了，我想了一晚上了。4, 3, 2, 1筷子。不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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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什么什么东西？他也能用手啊，他为什么不能用手？不，我的拿筷子的话，我只能用手拿，然后他就只能用嘴。我觉得你这个，他难道不能用手吗？你是自己瞎编的吧？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个答案吧。没有，我刚才脑袋回想那个当时那个画面啊，布鲁康利他不是有一个喂我的那个画面吗？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宠我到不让我用手吃饭，以后只吃他喂给我的，是这个意思吗？我理解了吗？是吧？所以你知道这道题我想了一晚上，所以 我想了一晚上，你们一个个说，所以就是我们都不懂，只有小白懂了。我懂他这个点。小白，你的意思是你认可？我认可。他居然认可了。你们这种就是他居然认可了。就是他说的，就是说他用手吃饭，然后他会每次吃饭的时候喂我，就不用我自己吃饭了。你不觉得是甜的？就我拿筷子一定是他张嘴啊，他不能用手。是污的。污吗？怎么的呢？本来我还想的，如果说他这个答案我很不满意，我会转身离开。但是我觉得这个，答案我还是满意的，在我这做好了，是吧？我厉不厉害？那倒没有，只是说我感觉这个问题只有你俩懂。那我给你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好吗？好，来，如果有一辆车，我坐在副驾驶，你是一个老司机，坐在驾驶的位置。然后呢，小助手坐在后座上，然后大家呢坐在后备箱里。这辆车的主人是谁呢？这辆车是谁？你的？为什么？你不是你有辆车吗？我没有说我有辆车啊。你坐在主驾驶的位置，我坐在副驾驶。那你说谁有辆车？就是如果有辆车，如果的，对吗？小白，你这种智商还跟我玩？你这种问题骗同学吧，骗小学生吧？那行吧，我小学生问题。四个人打麻将，警察来了却抓走了五个人，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叫五个人。对什么对？四个人打麻将，警察来了却带走了五个人类，不是五个人，是五个人类。那个人叫五个人类，日本人。不对，那带走的还是四个人啊？带走了五个人。五个人他们都有各自的名字，不叫五个人，因为他们打了麻将呀，麻将是第五个人、啊、因为麻将是第五个人。哎，少爷全程插不上嘴，我感觉你智商也是不在线了呢。你会呢因为麻将他们打的是麻将，麻将是第五个人叫麻将。好聪明，太聪明了。哎，喂，把人家弄哭了呢？不可能，真是又哭了，别老欺负人。安慰一下人家，哄哄。你信不信我能养他一下子就行？来，期待。信不信？期待。车了，留给你陪好了。哎呀，车啊，不用我租。你咋给我演呢？是吧？我太疼了，不行，把整个我包围，好想再重新和你爱一回，让伤心的回忆统统都给
化成灰，曾对你说咋的我摸他脸之前是到哪句就是一看硬了点啊你本来就是我的人，我负责跟你负责有什么区别？天塌下来有我的人。小念，少爷，感觉好点没？医生刚走，还有点晕。当然晕了。你个白痴，生病了也不知道叫医生，吓死我了。对不起，老实在家给我待着啊，哪里有不舒服的话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没？对了，那个合同，哎，那个就算了，当时我说的是气话，你就当没听见吧。可是确实是因为我一时疏忽造成的，我必须要负责任。你怎么负责？你连皮带骨头卖掉也值不了几个钱。再说了，你本来就是我的人，我负责跟你负责有什么区别？放心吧，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来解释一下你的画作吗？为什么？这你画的我，这没看出来是帽子，我写了帽子吧。你为什么要画个少爷再画个飞机呢？少爷在。没水了，啥也看不见。笔没水了，还很坚强的在作画，艺术家就是不一样。少爷哭了，王宝宝，他哭了，怎么呢？你安慰一下人家呗。少爷，我这猪皮皮下你画怎么样？出来。好，有吃的是吗？这猪怎么这么画呢？啥猪？教你画猪。打出纸。鼻子长一点好看，这样没心动了。就还不行。这是熊吧？猪的耳朵不应该这样吗？对。还教我呢。轻蔑一笑，不懂啊。少爷，你哭到一半怎么突然停止了啜泣？忘了，他哭了，王宝宝，小白，他哭了。哎，你问，别给他看猪了，你看他为什么哭呀？他为什么哭呀？我来了。
他为什么哭呀？他丝毫不理会你，怎么办？